树上熟的杨桃啊，长什么样子？这一颗呢，就是大家平时在市场上面买到的杨桃，边角都是这种绿色的八成熟杨桃，吃起来呢会微微的泛着涩口，所以大家一直对杨桃都有偏见。而我们这次猴子给大家把控的品质啊，每一颗都是树上自然成熟的杨桃，果肉是非常的饱满的橘黄色或者橘红色的这种颜色，吃起来是清甜多汁的，几乎不带涩口。这次猴子给大家把控的品质啊是非常不错的，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。